好，诸位啊，看起来啊，看看这一张。如果设法一直分析到最后，啊，设法分析到最后，会变成虚空，那就是变成这样子。就是设法里面含有虚空，设法里面含有虚空，他才会一直分析，一直分析，最后才跑出空啊。设法里面如果没有虚空，你怎么分析也跑不出空啊。啊，这里就是设法，姑且说设法有虚空，所以慢慢的切割，慢慢切割。好，如果把这张卫生纸分成50等份，50等份，对不对？啊，50等份。哎，啊，分成到最后，那么这一点点，哎，这个就接近了灵犀了哈，因为灵犀看不到，所以用这个一点点变成灵犀的。那灵犀里面含有一点点空啊，一点点空啊，所以好，现在空，哎，空在这个地方，含在这里面，含在这里面啊，这用即虚空，合合而有，对，你说最小的这个灵犀，再分析下去可以跑出空，那就。表示说空集合起来，对不对？啊，会跑出一个颗粒微尘。好，注意这里看哈，这个颗粒微尘，这一点是颗粒微尘。啊，颗粒微尘就分析一下，我产生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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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空。为什么？他认为可以分析很多的空。因为颗粒微尘可以再分析嘛，产生空，产生空，产生空啊，把它空集合起来，又变成一个颗粒微尘，就像一个网，你知道吗？网底下啊，这是网的珠啊，啊，比如说把这个颗粒微尘变成一个有实体的大一点的，哎哎，大一点的哦，往下分就虚空，往下分虚空，往下分虚空，把这个虚空集合起来就变成一点，这观念知道吗？啊，也表示说虚空比这个灵犀还微细的意思，稍微有一点观念。虚空比灵犀，站在这个角度来讲，虚空比灵犀还微细啊，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是吧？如且观此一个灵犀尘，用多少的虚空凑起来，会变成一个颗粒微尘啊！啊，而有不应灵犀，灵犀再合起来，就会变成更多的色相啊！不可能灵犀加起来变成灵犀尘啊！所以佛故意这样讲的啊，啊，底下，啊，佛明明知道不可以稀释入空啊，即空也不可能变色啊，佛要阿难好好的体悟当体即空的道理，啊，是此要阿难自己审观啊，为如言世间诸法合合发明，而灵犀尘即色法之一。也应由合合而有，如且观此一个灵犀尘，用多少虚空合合？因为一个灵犀尘就比较大了，对不对？再分析下去，跑出虚空，那就即虚空就会跑出灵犀啊！啊，都很简单的道理嘛。而有此灵犀尘也，佛陀要告诉这一段，重要就是虚色不能入空，啊，是色空是相异的。色是有相的，空是无相的。佛明知空没有数量，本不可合，所以故意举此以破合合之际。你一破合合要有基本元素啊，基本元素就是灵犀尘啊。而灵犀尘分析到最后不可以变成虚空，那集多少虚空可以变成一个灵犀尘啊？而灵犀尘色法之最小者，此尘之外更无色法可合合，除非合空而成啊。所以说用多少的微细的虚空合合而变成一个颗粒微尘的灵犀尘啊。色若如说合合，乃是合色成色，非言合空成色，岂是灵犀啊？合成灵犀尘呢？啊，如果你讲要合合，要怎么合才有道理呢？合色成色有道理，不是合空成色啊，合无相的空怎么可以成色法，对不对？哎，所以说你说啊，一个灵犀分析到最后是虚空，那就虚空变成跑出色相出来了，所以岂是灵犀合成灵犀了？底下
倘若临系合成临系，则有三种过失。一者合智成智，那不可能啊，越合越大才对啊。是盖唯有合他成智啊，唯有合智成智啊，合为小的啊，不可能啊，变为小又会变大啊，是不是啊？是一者合智成智过，合智应当要合他成智嘛，啊，合别人呢、啊，成智嘛，就变成一个更大体嘛，没有说合智成智体啊，因为你的体积一点点。合着又体积，两个体积一点点合起来一定比较大，怎么会变成自己呢？你两个人合起来就体积已经比较大，就你和我就变成我一个人，这个岂有此理，是不是啊？这是过失。二者合一成一过，盖合有合多成一吗？啊，未有合一成一啊，是不是？哎，不可能啊，合多就变成一个个体合一合相吗？更大吗？没有说合一又变成那个小小的一啊。和小小的一变成小小的一，这不可能。三者和细成细过，盖唯有和细成粗，没有和细成细啊，细慢慢的记起来就一定粗啊，啊，就看得到色相，如是灵犀，既非和色所成，当是和空而有啊。和色就变成更大的色啊，怎么和灵犀变成灵犀？这是错误的，当然是和空才变成一个灵犀啊。因为灵犀啊，在这个角度来讲，暂时姑且说灵犀啊比虚空大，你虚空更小啊。故问其用多少的虚空凑合起来，才有一点的颗粒为尘的灵犀啊，合合而有。啊，在底下又灵犀尘，虚入空者，用即色相，合成虚空，这个比较难懂。啊，又这个灵犀尘，因为接近虚空。虚入空者，灵犀尘可以虚入空，就表示灵犀含有虚空的植数，植数就是成分了。灵犀尘如果没有虚空，你再怎么分析，你也跑不出空啊。所以在阿难的前教角度来讲的话，虚色到最后会入空，这个就是处处矛盾了。啊，用即色相，合成虚空啊，啊，即色相用多少的灵犀尘？合成虚空，诸位这个比较难懂，看这里，这个不容易了解，啊，前面的比较容易了解，因为一个灵犀尘比较粗啊，分成几个比较细的虚空，合起来集多少虚空变成一个颗粒微尘，哎，这个比较容易了解，这个就很难，这个就搞不清楚他到底在讲什么，啊，好，你看这里，这里呀、啊，会的话一念之间，不会的话。就会很麻烦，晚上也睡不着觉，哎，到底是什么挖贵？哎，这个就会很麻烦，啊。好，看这里，又灵犀尘，啊，比如说这张卫生纸可以分析这50个灵犀尘，就假设说了哈，啊，分析开来，分析开湿来湿气啊，啊，湿来湿气啊，灵犀尘嘛，吸入空者啊，好。省一下卫生纸，反正你也听不懂啊。哎，卫生纸已经撕破好几张了。哎，困破三两手，俩日也心肝了未着。哎，就是在有影足弱的，安尼卫生纸不干拢立了了，安尼阁听无，真弱安尼。好嘞，好，这个叫灵犀尘，灵犀尘，这个灵犀尘有没有含有空？有啊，就在阿难的角度来讲，这灵犀尘当然有含有空，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吸入空嘛。这个灵犀尘没有空，你怎么没有空的成分？你切切，你还是没有空啊，对不对？就像蛋糕一样啊，蛋糕有甜啊，你切一切哪一个小块都有甜度，对不对？是不是？那一样啊，就把它这当做小块的蛋糕啊，把它切成50等份，每一个蛋糕都有甜分，这样才集合一个大的蛋糕，对不对？好，这个灵犀尘就当做一个蛋糕。切切切切以后，当然有虚空啊！哎，佛就这样讲。哎，用即色相，因为每一点都含有少许的虚空，每一点都含有少许的虚空。那要集多少少许的虚空，变成一个大的虚空？佛陀就这样讲。诸位，佛陀告诉你，集虚空啊，可以成空吗？集虚空有可以成色吗？不可能。是不是？好，所以反过来问你，用多少的色带有虚空的成分，
知道色相临虚尘，它带有虚空的成分，带有虚空的成分，它才怎么样？切割以后，切割以后，有了虚空的质数，切割以后，变成每一点都含有虚空，再把它集用几色相，多少的色相，每一点都含有少许的虚空，用多少的色相合起来，是不是就比较大的虚空？对不对？少许的蛋糕碎屑合起来就变成大蛋糕，就是这个意思。那每一个蛋糕，比如说含有一个虚空，集很多的小小的虚空，就变成一个大的蛋糕啊。佛故意这样问，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不对的，本身就是不对的啊。好，我再讲解释一遍啊。又临虚尘，虚入空者，哎，如果把这个临虚尘当作一个具体来讲，可以虚入空。按照你阿难以前的观念啊，用临虚就你阿难以前的全教的观念来讲，可以把它虚入，变跑出虚空来讲。那么，请问你用多少的临虚把它粉碎，更小的临虚，每一个临虚带着一个虚空啊的成分，再把它凑合起来，可以变成一个大虚空。佛当然就知道说，即离虚是不可能变成虚空啊，即虚空不可能变成色啊，剖析色也绝对没有办法进入虚空，知道吧？所以阿难所执着的问题就出在那里，问题就是执着有一个最小的元素，这个元素跟虚空是等量的，所以阿难认为啊，虚色可以入空，而佛陀说，色本身就是空，不可以让你吸，不可以让你剖析。所以心经里面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哎，这个是方便说。底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诸位，你体会得出来吗？佛陀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不二，一切色法当体即空，等同法界虚空平等心性，没有任何的色相，叫做色即是空。所有的色跟虚空没有两样，所有的色当体就是性空，用虚空是方便说啊，色即是空，所有的色相当体即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讨论，因为虚空不可能拿刀子来切割，哎，设法也必须用这种心态来啊看待，啊，设法可以分析，啊，方便说，那么虚空怎么可以集合呢？所以底下啊，这又此如来以虚入而难合成。良以虚色归空，是以小圣之自教，诸法合合，是阿难之自语啊。今则顺彼自教，难以自语啊。故有曰：临虚尘，即可虚入虚空者，当知色相出生虚空。为什么？色相可以分析到最后变成虚空啊。意思就是色相分析到最后会变出虚空来啊。那么现在我请问你，用多少的种种微尘的色相，就是临虚，临虚含带有虚空的成分，可以合成一个大的虚空。佛明知色非和空所成，空也非虚色而有。为什么？色空不二啊。心经里面讲色啊，即是空啊，空即是色啊，对不对？所以啊色绝对不是和空所成，空也绝对不是虚色而有，所以佛故意这样施难。阿难不能思辨何也，以顺虚入啊，跟着阿难以前的观念，这非和合，空绝对不是和合，哎，所以以至于诸法，哎，和合相违，以一和合，和合这非虚入。如果是讲一年，那么这非虚入，这以至中虚色归空是互相违背的，两处都不对啊！以一合合，这非虚入；以至中啊，虚色归空是互相违背的，两处都不对，所以啊，就没办法讲了。
哎，所以释迦牟尼佛讲正确的解答，说若色何时，何色非空啊？若空何时，何空非色啊？色有可惜啊，空因何合？这就完全正确的答案，就告诉你，如果讲极为的灵犀乘讲色来合，那么合色就绝对不是空。就算你极灵犀接近灵犀乘，灵犀乘合成灵犀，合色就绝对不会是空。合色一定是变成色啊。若空合的时候，合空非色，你把无量无边的虚空合起来，大空小空全部合起来，诸位能够看到色法吗？若空合的时候，合空只见空啊，所以合空非色啊，你合空怎么可能见到色法？色有可惜啊，你讲色法，哎，按照我们一般的经验谈，它还是可以分析的。哎，这一点呢，大家都知道，色法是可以分析啊，慢慢的使它变小，空银河合。请问你，大空小空不是绝对空吗？大空小空怎么合呢？合一个小空变成一个大空，还是用一个大空切合很多的小空？空没有大小啊，内外都是平等啊，啊，所以啊，色有可惜啊，啊，空怎么合啊？无形无相的空你怎么合呢？是不是？好，诸位啊。此节生正义啊，若色法合合之时啊，合色只能成色啊，即非可以成空啊，而空无形相本不可合，纵许虚空合合之时，合空也只是成空啊，即非可以成色，此为一定之理啊。由是而观，色空即非合合而有，是很明显的。色有可惜，空因何合者？然而又当知色法有可分析啊，观有可二字，希色但自希色啊，实非希色可以成空啊，空中无合合之意啊，何以故？没有形断啊，没有数量啊，因何可以说合合呢？虚空没有东西啊，你怎么合呢？佛意以空不可合，则灵犀非合合而有。那么我们就知道灵犀神灵犀啊，当体即空，绝对不是合合而有。为什么？从空不可能抛出灵犀啊，所以灵犀绝对不是合合而有啊。啊，那么灵犀不是合合而有，诸位，缘起法的色法的基本盘就没有。这里是重大的观念呐、啊，灵犀非合合而有，那就是表示啊，啊，好。在这里灵犀既非合合而有，那么这世间种种的诸法只为因缘合合，岂实意哉？来，把笔放下来啊。这个用有跟无来问更进一步啊，这个是灵犀啊，用这样还看得到啊，灵犀你看得到就不像灵犀了。我现在用这样子更小的，更小的啊，接近灵犀，你就看不到，你才知道我的灵犀，哎，你看不到，一点点嘛，一点点，吼，哎，一点点嘛，好，你注意听哦，这个是关键哦。请问灵犀有还是无？是有还是空？嗯，灵犀是有还是空？如果说有就表示在唯识学里面讲叫做方分。请问灵犀乘有方分否？请问灵犀有没有体积？有长宽高吗？有，那就不叫了灵犀。有就是还可以分呢、啊。如果说你讲有还是可以分呢、啊、对不对？有还是可以分呢、啊、怎么叫做灵犀呢？啊，有就是还可以分呢、啊、继续分，那继续分的那个微小有还是没有？有还是空？嗯，还是有啊，有还是不能讲空啊。只要可以分析的东西不能说
到最后是变空，懂这个意思吧？只要能分析的东西，不能讲空。哎，所以就有还是没有？有就是可以分析，不能讲空。而再分析，一个颗粒微尘分成七等份，就是七分之一灵犀尘，可以分吗？可以，七分之一灵犀尘，再可以分七分四十九分之一灵犀尘，有还是没有？有啊，好，四十九，把它分析变成五百分之一灵犀，有还是没有？还是有啊。五万分之一灵犀有没有？还是有啊。那为什么你一直分析，只是少一小一点而已啊？如何分可以变成空？这个就是说，极微小的东西仍然当体即空，它只是本性所显现出来的暂时的和合之相。所以希色是不能归空的，因为希色如果是有就不能归空。那我们要晓得希色归空是不对，就是色当体即空就对。当体即空要体悟什么？体悟无自性，无自性。所以色是缘起无自性，意思就是说这个颗粒微尘的空性跟无量三千大千世界的空性是一致的，完全是本体所显露出来的大小相、一合相、暂时相而已。在心性里面所显现的相有大小增减、来去生灭、春夏秋冬、败坏生老病死，在如来藏性里面这些相通通不可得，通通不可得。缘起如幻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体即空应当理解啊。所以如果你希色可以归空，就变成有能有所，能所就会不断。分析的东西就是意识心，意识心的东西就是有能所，所以用这样的能所的心，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契入佛的究竟义，一定会卡在某一种观念里面，一种观念里面卡在某一种观念里面，就不是绝对性，就没有办法超越这个生死的边缘。因此不能用意识心写佛，应该用超越一切表象，当体即空，当体即空就是绝对，绝对就是佛性，没有东西可以讨论，也没有东西可以分析，因为本性就是空。要如是来体悟，转化那个意识形态变成本性的本来的空，好好的体悟啊，好好的体悟啊，诸位啊，所以底下啊，再念一下啊，四百六十六页的中间啊，小字体的，说色有可系空银河合啊，再念一下。这然又当知色法有可分析啊，关于二字啊，希色但知希色，实非希色可以成空，空中没有合合，何以故？没有心断，没有数量，名何可以说合合？佛意以空不可合，这灵犀非合合而有，灵犀既非合合而有，这世间种种的诸法，只为因缘合合者，其实亦在。你讲因缘合合，一定有它的基本最小的元素，连这个基本的最小的元素都不是，都是体空，所以没有真正的合，没有真正的合。始终，但你空不可合，这诸法合合而有执着啊，破尽无疑。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地方。啊，明天呢，从466页倒数第一行开始讲。请合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孝哉在座诸位法师、诸位护法、居士大德，为向本讲堂孝哉点灯及亡灵怀位八度者，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今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花开见佛不无生，不退无上为伴侣。好，啊，有一点困难了，对初学佛法的，啊，有点困难。我没有关系，佛教它就佛法就是要心虚，心虚啊，哎，做心不要干单哦。好，哎，送楞严咒，欲令正法重现，当推首楞严大经。若欲忏悔灭罪，或欲行出世善法，立大功德，欢迎随喜唱录《大佛顶首楞严经》VCD、DVD。法师须及时，良机不可失。若欲发心者，请亲洽高雄文殊讲堂，或以话拨方式注明注录《楞严经》光碟。邮局划拨账号04789851，户名林一千，汇率法师俗名。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十化为百，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高雄文殊讲堂。